张柏芝演的万嘉玲大获成功，被记者追问到是因为她的缘故吗？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香港著名女星的名字，她就是张柏芝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为了自己爸爸走上了演艺圈。在圈中遇到贵人，演艺事业如日中天，拍了很多电影，唱了许多歌。电影代表作有《喜剧之王》，歌曲有《星语心愿》，是许多人心里的性感女神。因为自己年轻时做了错事，导致婚姻不和谐，直到婚姻破裂。自己带着孩子生活，努力工作。当张柏芝遇到如果爱，把自己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电视剧大获成功，总有记者问是因为他的缘故吗？张柏芝的演技是一流的，在《喜剧之王》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加上自己的经历，在当下热门的电视剧中会发挥得更好。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香港著名女星的名字，她就是张柏芝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为了自己爸爸走上了演艺圈。在圈中遇到贵人，演艺事业如日中天，拍了很多电影，唱了许多歌。电影代表作有《喜剧之王》，歌曲有《星语心愿》，是许多人心里的性感女神。因为自己年轻时做了错事，导致婚姻不和谐，直到婚姻破裂。自己带着孩子生活，努力工作。当张柏芝遇到如果爱，把自己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电视剧大获成功，总有记者问是因为他的缘故吗？张柏芝的演技是一流的，在《喜剧之王》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加上自己的经历，在当下热门的电视剧中会发挥得更好。